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课堂，超现实主义的第二讲。那么上一堂课呢，我们介绍了关于达利和他的记忆的永恒这些作品。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他另外有一幅呢很有意思的作品，叫做纳尔卡苏斯的变态。好，纳尔卡苏斯呢，他其实呢是取材于一个希腊神话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呢其实特别有趣。那么纳尔卡苏斯在他是河神的儿子，然后在他出生以后呢，河神呢就去占卜，就像其他的命运女神等等，占卜他的这个儿子的命运。其实读到这个地方的希腊故事神话故事还是很有意思的，比方说虽然是神，可是呢他也会像普通的父母一样为他的儿女操心，然后要为他的孩子呢去占卜，那么即使他是神啊。好，结果呢占卜了出来的这个结果很有意思，也就是他们说和这个孩子呢长大以后只要不见到自己的相貌，那么他就会平安无事，就会长寿。好，这样呢也幸亏他的父亲是神，所以呢河神呢就为他创造了一个完全没有反光的世界，所以他就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长大了，纳尔卡苏斯。结果呢等他长到十几岁的时候，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他自己的相貌，因为生活在一个没有反光的世界，结果呢他其实长成一个非常非常俊美的一位美男子，所有见到他的女性很容易就爱上他，因为他长得实在是太美太美了，所以在希腊神话当中有很多的神都会爱上他。但是呢纳卡苏斯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么美，所以呢他就所以说当别的女人去给他写求爱信，向他表达他的爱意的时候，纳卡苏斯呢都是冷酷的残酷无情的拒绝。可以说对于爱来说，他从来没有真正的去体会到爱带给他的温暖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这样他给他的身边人呢的回忆呢也从来都是冰冷冷的拒绝。而且呢在这里面呢，特别是有一个叫做回声女神，也就因为他呢伤透了心，然后回声女神呢给他写了很热烈的情书，结果呢纳尔卡苏斯不光把这个情书退了回去，而且呢还随着这个情书呢还送了一把匕首给他，结果这样呢回声女神呢就伤心欲绝，后来呢也导致呢回声女神呢就很自卑，然后结果呢回声女神最后就伤心到就是退回到就好像在那个原始大森林里面退回到森林里，然后呢直到人们如果说站在森林或者是山谷里面发出声音去喊叫的时候，回声女神就自卑到就只有重复别人的话，然后她没有办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实在是太伤心太伤心了。好，结果这样呢才成为了回声女神，所以回声女神是由这样而来的。但是呢回声女神在极度伤心的时候呢，我们说因爱生恨，就回声女神呢就发了一个毒誓对纳尔卡苏斯，就说你会死在你爱的人的手里的，就这样的一个毒誓。结果后来呢这个誓言真的实现了，也就有一天呢纳尔卡苏斯他就好像是打猎，然后结果呢就口很渴，然后又走了很远就打猎，他最后那个范围打猎的这个范围就慢慢的就有点超出他父亲为他创造的那个没有反光的那个世界。结果呢为了找水他就走了很远很远很远，结果这样呢他就走到了一个河边，然后那个地方已经超出了他父亲为他设立的那个界限，然后走到河边呢他就准备喝水，结果呢在喝水的时候他就突然第一次啊，平生第一次他看到了水影里面的自己，然后他突然发现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一个男人长得这么美，他从来没有见过有这么美的人，然后他立马呢就爱上了那个水影当中的自己。但是呢他因为他过去的生活经验里面他不知道这是他自己的影子，因为他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所以他只以为那是另外一个人，所以他最后就爱上了水中的自己，然后呢他就不肯离开这个水边，他就完全不肯离开水边。后来呢他的父亲他的朋友他的兄弟姐妹都来告诉他说这就是你自己啊，可是呢因为十几年的生活经验让他不相信，然后他说不可能，
然后最后呢，他就一直在水边，就对这个人呢去倾诉，然后表达他的爱意。然后很有意思的是，特别让他感到痛苦的是，当他伸手想去触碰这个水中的那个他爱的人的时候，他一触碰，那个人就不见了。然后这也让他觉得很痛苦，他百思不得其解，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成长经历会对这个人造成一个多么大的这样的一个观念的影响。然后最后呢，他就不肯离开水边，然后不吃不喝，一直倾诉他的爱对这个人。然后最后呢，拉卡苏斯呢就死在了河边。然后当他在河边去世以后呢，那个河边呢就长出了水仙花。大家看这里，所以这个地方呢就会有水仙花。所以说呢，在西方其实很多的那个花语里面啊，水仙花代表什么，有没有同学知道？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故事，因为这个希腊神话故事，水仙花代表的就是自恋，就是自恋。好，这里呢我们还有这个图的一个放大图，但是这幅图呢很难找到非常清晰的原图啊，很难找到。好，然后这里我们就会看到他画了达利呢，他就画了纳尔卡苏斯在河边。可是呢我们看到的这个纳尔卡苏斯呢，你会觉得他是不是一个人的变形，他又像一个人，然后呢这边呢又像是手，这边又像是手，然后呢结果因为他最后去世是长出了水仙花，所以就我们看到这里一个像蛋壳一样的东西裂开缝长出了水仙花。好，然后这里呢也有水的倒影，有水的倒影。然后在远处你会看到有一群好像是，你觉得像骷髅骨架，然后或者你觉得就像不明生物，就像外星人一样的，好像在这里不知道在跳舞还是干什么，这样的有一群人。然后再到远处，好，再到远处呢，我们会看到有一些风景。所以整个画面呢基本上是以比较写实的画法，但是呢我们会看到也有变形，然后呢还有这样的一些象征和寓意，是这样的一个画面表现。所以说达利这样的作品呢，当他画这个幅画的时候呢，他其实呢有一点想表达的，一个是也有一个潜意识的表达，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呢是表现人的自恋，表现人的自恋。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所有的神话故事呢都是有象征的，或者说有神话原型。我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里呢注意一个关于神话原型。那么神话原型也就是说，在古代希腊在这片土壤上，然后在这样的历史文化的这样一个条件下，它什么原因会诞生出这样的神话故事？而且这个神话故事呢其实不光讲的是一个关于人的自恋，还有一个呢我们会看到纳卡苏斯他爱上了同性的自己，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同性恋的这样一个表达。那么其实前面呢我们在讲古希腊神话，讲古希腊雕塑的时候，我们涉及到古希腊神话，那我也可以看到，哎，宙斯的这样一个自由放纵啊放荡的行为啊，然后包括在古希腊神话里面所讲到的人和人之间，包括他们的婚姻的这种状态等等。所以我会看到在那个土壤之下，它就会孕育出这样的神话故事。而且我们会看到神纳卡苏斯的父亲作为一个神，他也会为他的孩子去占卜，他就像普通的父母一样的为自己的孩子担忧他的前程，他不是因为是他神他就无所不能。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希腊神话的故事里的一种自由度，或者说呢它象征着，或者在这个希腊神话原型里面象征着当时的这种社会的这样一种包括自恋，然后包括同性恋，包括这样一种婚姻制度或者是等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神话故事里它是可以抽象出，它在一个具象的这样一个故事里面，你可以抽离或者说抽象出来一些提炼出来我们会看到的一些包括这种自恋同性恋等等问题的探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达利要来画这样的一幅作品，那么他希望这个作品里面可以抽象出来的那个东西更能表达一个真实的自我，或者说是人的潜意识，或者说在意识层面的多方位多维度的这样一种探讨。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啊，以后我们读神话故事，我们不仅仅是在读故事，其实我们要看到在这个神话故事里我们可以抽离出一些什么东西。好，然后提到神话原型呢，在我印象中关于讲神话原型讲的比较好的，在 B 站上啊有一个是加拿大的一个心理学家，
叫做这个 Jordan Peterson， 然后叫 Jordan Peterson 的这个心理学教授应该是，然后最近比较火的啊，然后上面有他的课堂，就是直接录制的那个课堂的那个讲授，然后他那里面有几节课就是专门讲到的神话原型，我觉得讲得不错，可以推荐给大家。另外呢还有像台湾的美学大师蒋勋先生，然后他在他的有一些语音和视频里面也有讲到关于神话原型，然后呢他讲到的有比方说希腊神话和中国的这样的一些东方的这样一些神话故事的对比，然后特别还有我记得他讲的那个《红楼梦》里面的关于这样的一些神话故事的这样一些隐喻，那么也是属于从神话原型里面抽离出来的一些东西，那么这样呢我们可以更深刻的去读懂这些神话故事，好，通过神话故事然后了解当时的这样一种社会呀、状态呀、文化呀，包括艺术啊等等。好，就达利画这幅画呢，他是很想表达人的潜意识，而且据说呢达利把这幅画画好以后就把这幅画送给弗洛伊德，然后达利非常得意的觉得他在表达一个意识的多层面的或潜意识的表达，但是呢弗洛伊德看了以后呢有一点不以为然，弗洛伊德说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的全部是表意识，他说我没有看到潜意识啊。当然呢从画家作画的这个行为来说，因为他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去画的一幅画，他一定是属于表意识层面的，对吧，一定是表意识层面的，或者说我们说达利呢他在试图努力的去表达一些意识层面里的更宽泛的或者在过去的绘画里面不曾表达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个呢应该是达利呢做的一个尝试。好，这是这一幅作品。好，下面我们再给大家看一幅，这个作品其实特别有趣啊，我们看看它的名字很长，他说为了看看躺在水影里的狗而非常小心地掀起海的皮肤的我。好，我们看这幅作品啊，这幅作品其实更具象，比刚才的纳卡苏斯那一幅作品，我们会看到远处的山风景，然后包括海，可是我们会看到那个海它是风平浪静的海，然后它的海水真的像皮肤一样可以掀起来，而且是一个有一个小孩子就是非常的童真，然后很大胆很天真幻想的这样一个小孩子，他居然可以把海的皮肤掀起来。哎，那么海的皮肤掀起来以后有什么呢？居然发现下面有一只狗，躺着一只狗在睡觉。好，大家看一下这样的异想天开，这样的异度空间有没有像我们的梦境，我们的梦境里就有可能这么荒诞，这么可笑，或者这么的好玩，这么的纯真。好，所以说在这幅作品里面很有可能就是达利描绘了他自己的梦境，或者是别人的梦境，或者别人告诉他的梦境。然后我记得以前课堂上我们讲过这幅作品以后，然后有同学呢在论文当中写到，他说阮老师 他整篇论文就是写的这一幅画，他说阮老师我特别喜欢这一幅，他说这幅作品呢虽然看上去有一些荒诞和可笑，但是呢你会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对吧，他说但是我在第一眼看到这幅画的时候，他说这幅画特别能够让人安静，他说特别让人能够平静下来，而且呢特别是这个作品里面的那种童真和童趣，就好像哎，我每个人都可以回到自己童年那个无拘无束的去幻想，可以很自在的去自由遐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哎，我很喜欢这个画给我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其实在超现实主义的画作以及包括一些现代艺术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当我们在面对它的时候，可能作者出于某种目的去画了这样某一幅画作，可是呢当我们在当下来解读的时候，在我们此时此刻当下的这个状态，你真的可以用你自己的任意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或者说你自己在这一刻能够真实感受到的，那么就是你从这个画作当中能够连接到的这样的一种感受，那么每一种解释其实都是可以的。好，在下面我再给大家看一幅这个作品，这个作品其实是一个家具设计，但是一放出来这个图片是不是感觉很惊艳呢，对吧。好，这一幅呢叫做维梅斯的唇形沙发，
然后这一幅呢，其实达利呢就是模仿了一个女性的烈焰红唇，然后做的这样一个沙发，然后很性感的一个大红的嘴唇，对吧？然后其实呢，在早期啊，实际上在20世纪初，然后包括西方这个工业化的发展，然后大量商品、大量产品被制造出来。那我们知道，当产品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丰富了以后，那么当它拿到市场去卖的时候，那么它的设计和包装，因为它是多样性的，就特别重要。所以这样呢，它的设计和包装，但是早期我们没有设计师这个行业，那所以都是由早期的这样一些艺术家来充当了这样一些产品设计师，然后来设计的这些作品。好，这一幅作品呢，就是达利做的一个，其实就是家居设计。好，然后实际上呢，在有一些，我记得，早几年在商场啊，在武汉的一些大商场，还可以看到达利设计的香水品牌的这样的一个香水瓶，就是它设计成嘴巴、鼻子，然后还有一个小太阳形状，好像我记得还有眼睛，然后就那一套系列的那个香水瓶呢，其实就是达利设计的，而且设计了以后几十年一直畅销不衰，所以说这样呢，早期就是由他们来充当设计师。然后产品设计师，然后制作了这样的一些设计了这样的一些作品。然后这个作品呢，我记得好像是在2000几年吧，就是有一次，就是第一次是达利的作品到武汉的展出，在武汉。然后因为是在武汉，所以我当时就去看了。然后我记得当时现场就有这一个维梅斯的唇形沙发，但是当时其实让我有点遗憾的是，它可能那个沙发呀被展出以后，可能是。制作以后就是在好多地方都有展出，然后呢还有可能有观众会不自觉要去做它，所以我当时呢其实看到的是一个又旧又有点脏的这样的一个红唇，所以说当时看到的那个感觉啊，其实可能还不如这张图片给我们的视觉效果，这个效果可能还更好一点，所以当时看到了一个脏脏的红唇这样的一个感觉。好，然后关于达利的感情生活呢，他和毕加索非常的不一样。那么达利呢，他基本上他非常忠贞的就爱了一个女人，也就是他的妻子。好，但是呢，达利呢，在他的作品里面，很多作品里面都表达出他对他妻子这个女人的这样一个非常迷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是呢，我们上一个单元里面呢，在讲到毕加索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毕加索好像。他的这样的一生当中，他遇到了或者说在他身边有很多不同的女性的这样的一些在他的身边，然后甚至也导致毕加索在艺术成就的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创新和提高。但是其实在这里我们并不说探讨一个就是说他的女性伴侣的多和少的问题啊，而是我们会看到，因为达利他只爱一个女人，然后他把他所有的很多的极大的爱，然后在这个作品当中呢都有表现。就是他实际上在这个里面，不管是一个女人还是多个女人，像我们会看到一种对于女性的爱，或者说在他的这样一个情感生活当中，这样一个爱恋的这样一个情感的，就是一个极热烈的这样一个情感的表达。那么不管他和一个和多个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是这艺术家呢，他们在这一块里面都有一种强而浓烈的这样一种情绪表达，都在他们的作品里。所以这是达利和毕加索一个非常不同的一点。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关于达利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几幅呢他的最典型的这样一些作品，希望大家对于超现实主义呢可以有一定的了解。那么在下一节课呢，我们还是这个单元，但是我们就会介绍到另外一位被誉为是超现实主义风格的一位墨西哥的女画家 Frida。 好，今天我们课就到这里，好，谢谢大家。